台北市的文主公庙嘛，对今仔开始开放信众参拜，人阁未少。另外，建国会址今仔嘛开放营业，也毋过只有两成的单位尔。验票通过。新东北市上高古里排队入去行天宫，要入去进前，除了酒精消毒、量体温，也是连坐，才阁顺着单一的动线入去拜拜。随着全台未解封，行天宫核准开放，这次开放头一天，吸引真侪信众来拜拜。没有微解封，我们都会站在门外拜拜。那今天能够进来，就觉得很开心。其实有点不顺，就带来拜拜。甚至在拜椅上面的跪拜。那还有一些收经啊、祭解等等这些宗教科仪，目前也是暂停的。行天宫即阵敢若开放，早起八点到下晡五点的时段，收经者服务暂停。人流管制上至99人，并且要求民众做好实验者防疫动作，要民众直接伫外口拜拜，因为心诚重重要。那里还排队的人还很多，我站物件较无方便，所以我在这甲拼搏，心就好啦。建国假日会期17日恢复营业，严格控制场内人数。现场也不时有工作人员夜班啊，伫巡逻，请民众爱保持社交距离。即摆未解封，建国会期对早起9点开始营业，大头减量，敢若剩两成。除了最好人流的监控系统，必要时阵也限制消费前一点钟。另外，交通上，机场捷运17到25，假日普通车恢复15分钟一班，也高中以下学校甲幼儿园的教师资格考试17登场，也无开放备考。各项管制落实执行，就是烦恼讲一个无细腻，如果造成疫情搁再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